安全记录，安全肥皂，你要保养好。安全记录啊，咱管理圈干多久？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サンパス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。今天有一个艰巨的任务，就是你看这是地下室，我要地下室揪他来过府吊桥了。几年的、几年的哦，好像我没记得了，198级吧。其实还没有吊桥了，这快吊桥了，因为皮带断掉了，发电机的皮带，所以我今天带了两颗电霸，然后慢慢的撸回去。那这样下来下来，快被挖眼了吧？哇，哪边？灯还不见了耶，灯不见了，这条要修理了。那、这条没有会怎样？也不会怎样啊，也是可以发动啊，就是只能吃电瓶的电，吃到没电就死了。怎样？还发得动吗？可以吧？发电机亮了、有没有看到？看得到吗？发电机，发电机，电池真的发电机啊！好，我给你看一下。救命单要不好，记得一下 GTI。对啊，现在要怎样？我要跟在后面。要跟好哦。因为我掉接力要嘎傻啊。两颗啊。为什么要两颗？一颗没的话再换一颗啊。一颗便当吃不饱，不会吃两颗啊。哦。对，啊一个不够用两颗，又省电啊。我现在把全部的电都不要开。嗯。好，比如说音响那些都不要开，就是因为发电机没有电。嗯。它只吃电瓶的电。对。电瓶没电就死了。嗯。对，就这样哇。好，走。啊，哎，回来了，耶！其实我红绿灯的时候啊，我都熄火，因为怕没电，所以我就熄火、还好啊，一路过来还蛮顺的，还遇到摩托车跟我乡镇，然后拍个照。哎、科比，对，我刚才你科比我用肩，对啊，我刚很怕你被人家打，不会啦。其他是拍照，是谁逼我车？Several days later， 嗨，泰山，我的代步车来了，你的代步车 Volkswagen， 哎哎，摩马哥，几代的？几代哦？哎，这几代？我拍谁？丢下老啊，阿伯的猜数啊！现在要装皮带，对啊，我要把这，我决定了，我就把这三条皮带我都换掉。啊，里面啊，对，下面还有一条。对啊，总共有三条啊，反正就换一换就对了啦。啊，有水你要巡吗？先第一先换好之后发动，我们再巡吧。BBS 的嘞 ，BBS 啊，885。一啊，赛车椅。哎、你看，打气的哦、开门应该这样啊。哎、打一打啊，就会膨胀。几倍啊？哇哇，膨起来了哇！哦有有有有有。哦哦哦，你们看到膨起来哇？受到刺激了。对，嗯，咻，啊，死掉了。不会啦，那把它救好就好了。对啊。没办法，那期待弄好了。你要不能这个你的试车影片，哎呦，这不能干，这不能。哦，香油换。哎，这皮带跟一般还不刚的哦，这类似有点锥形的吧？我靠，快垮了，这看，哎，所以它是这样尖的，嗯，好，俗称类似像三角形那种感觉，嗯。你说尖的啊？对啊，外面比较宽。对啊，你这样往这样照过来就知道了、有没有？这边里面比较窄，对，好啊，外面比较宽，有没有？三条都是，三条都一样啊。你要吗？我叫20条给你。啊，你叫20条放着，它还是会时间到，时间到日乎掉。对啊，这就是比那个长度这样而已啊。其实也不用，这边都有代号啊。对啊，哇，开机电话，我要不讲完了往后啊。我变啦，我这个变啦，无啦，讲在隔壁都无干话，歹看啊！我是做经正经的人，而且你刚有一个讲要给他保养的，是啊，六块哦，无，看你没看哦、怎么保养？他有给你方案吗？对啊 ，A 套餐、B 套餐、C 套餐，我们要考虑、比如说一个月50万啊，我要做的内容是什么？你要讲出来。對對對，一个月30万，做的内容是什么？服务内容。对，服务项目。对对，是体力活还是什么活？你要给他讲，我要懂不？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可能 有可能没办法满足嘛。卡住了，放太激活了，完全不会动。卡死。这个旧车空间就很小。
么了？是卡住的。这个也卡住哦，全部都锈了。整个都卡住了，这要怎么弄？等慢慢修。哎，装得很累，每一格都要用力。工具，电动，用电动的椅这么难转的，一下就过。哦，一条，什么？一条线啊，一条。我先拿。发生什么事？没掉嘞。不是要叫我拆盘子吧？那你真的要拆盘子了？要拆这个盘子。手做脏了，有、哦、耶、yeah, 就这样拆下来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剪了。那有齿的一定是这一条，这个是这一条，嗯，发电机就这一条，发电机要先装，发电机在这里面，不是要叫我再拆一个皮带吧？全部都要拆皮带，那它为什么会不见呢？很奇怪，它断掉就不想换了。哦，好了，进了。这条线的状况就是进不去，因为新的皮带都比较小条。对，我要再放一件。你知道这台其实不用发电机的，太阳能的。太阳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这么不顺，有没有？嗯。原本的我不知道是怎么用的，但是这个角度错了，不然正常应该是顺的滚，有没有？啊，角度，哎呀，正常要是顺的，不然你想说这个皮带怎么可能差那么多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当初断了，他就不管了。对，太厉害，然后就是这样调紧，他就是靠这个去调松紧。这个调好再去松那个就，再去把那个锁紧，这样角度就不会跑了。放这个皮带就好了。现在剩下面那个，我忘记下面那一条我还没进去，我现在把它拉起来。我那边还没卡进去。对啊。好了，进了，用逼了。哇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！不要管过程，好不好？看结果就好了。看结果。对。好、啊，还是只能用 B 的。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对，就是没有一台轻松的啦。因为这个钩形皮带啊，要锁紧一点，不能太松。因为它钩形皮带在两个钩中间嘛、嗯，所以你越撕会越进去。皮带要调的比一般的还紧，不然你开一下子就松了，就有声音。不要再调了，钩形皮带很麻烦，所以现在都没有用钩形皮带了。它钩形皮带的寿命，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长。大概可以撑多久？没有办法量化，没有办法量化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它是那种化细有细的那一种，基本都跟化石一样。这边呢，什么？我们先让它开，先让它看一下，然后要就要带摄影机哦，吊车，对对对对，吊车才有话题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没错。好了，换你叫阿克来发动。要干嘛？啊？准备好了没？没有啊，跟他不用加干净的呀。对啊。爱的力量，给讲啊，这你也知这对不对？演技面都得关落去啊。啊，安尼怎样？滚滚滚！
好了耶！哇哇哇！转八转八，七彩霓虹灯，哇！先低了，拔起来哇！嗯，拿对话，不要去攻，它是好的。嗯，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耶、yeah, ，好的啦，好的，让它发一下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把电池换掉了。我的就是我的，没人开得走。对，啊，你今天要开这场？对啊。我等下，我进来爱碎碎耶，另外，其实我看的都很心疼的。我下面到，就是，看看拢，车体你看到，青苔嘞，长青苔了嘞。结果我真的是，身为一个爱车人士，这样动没了。让他发一下，不然现在不能试车。万一放得不好熄火，挫赛，哈，没有电了啊！你要推又推不动，因为大家可以用顿发嘛。嗯，对啊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！我等一下开过去帮他洗澡了。啊，哦，赞啊啦！有没有？整车都是哎、欸，手牌的，你看我拍吗？其实看到手牌的就湿了。对啊。啊，都骗你嘞，到蓝牙嘞，洗这个车哈要。真的是要开啦，要开哈，你才会顾好了。比如说掉了，你才会去想办法自己装回去。不然你永远哈，就放在你放在那边，它永远都是这样的。搞不好不知道，然后又把它丢了，啊，这个东西永远都缺了。所以想办法要固定啊，这个开的想办法把它弄好。新高的期待力的，刚刚一看啥地方标而已，满足它什么都要，对不对？好 ，iPhone 好买，好鞋子好买，衣服就买，就这样，类似这样。那不是新交的嘞。新交的，刚交的吧？过一阵子了，过一阵子了，过一阵子的就不会这样了、啊，因为它都有了啦。该有的都有了、哦，是因为它都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人就这样嘛，再换一个啊，没有了，车再换一台来用嘛。好，让它发一下，发一下。哦，哇，那个就够哎，那个，这格力公龙北派那个，不管几年的，它是好的，赞了，赞了，赞了，耶、yeah ！哇。洗车，洗车。他让我为电池没有换到。晚上开回家，明天就没电了，也有可能啊。你要不要带个 GoPro 在身上？教大家如果没电牌组这样。对，我还没有打个电话就好了、啊，泰山来救我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把它改白色的，白色的啊，你看，我帮你喷好。站啊，没事就不要乱买啊 ，BBS 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超难洗的？好了，换新的啊！哇，这么清洁，够哎、欸！十二，刚刚不十二哦。没有，我说买总共不十二手了。买不够啊？丢不是，不是买不够，我们丢的速度真的是蛮厉害的。对，搞丢的速度真的蛮快的。这个会转到断掉吗？你有听过这个转到断掉吗？都把这不见的。其实这只也是我捡到的。哦，不要再讲，等下播出之后，人家哎，这是我掉的，来拿了。
好。哇，五峰哦，冷气呢？热的，好像没有冷气，冷气要可能要再看一下。对，不凉，没关系，一步一步来。你自己有没有？为什么说要拉出来开？原因为什么？你才知道问题在哪里。对对哦，假如冷气不冷，哦，你去弄，把冷气什么东西都慢慢一步一步的做好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サンパス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今天就分享换皮带，嗯，好啊，教大家洗车啊，这个没有教，教洗车，换电瓶，好，电瓶换好了，对吧、啊？好，再来就试车啦，我先代步，先开个几天，我们再试一下车，好，再拍个影片给大家看，好，对啊，赞不赞？好，还要加油，快没有了，对啊，哦对，哎，这钥匙好超帅的，你看钥匙。好看，哎，还是钥匙那边，打开一次这样，酷吧？哦，很酷啊，帅哦！泰山不会接到我的电话了，不会，对啊，好，希望不会。先开，好啊，到最后到时候里面我再清，我先开，因为还没弄好。好吧，那大家就期待科比的试车。对，耶，对啊，好，我先才知道说什么状况，对啊，比较好，比较到时候试就比较清楚。比较好讲，好。可以开了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对啊，欸，虽然他已经跑很多了，你知道吗？里程数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多少？二十几万了。对。23万6600多。哦，6000多，23万6540。32吧。欸，我当我的。你累了吗？可是他已经很老了啊，我觉得里程数也差不多啊。哇！啊，豆豆掉，你看，还有钱哎。还是我说，阿贝，你要帮我看一下我公司。几个小时后，耶，掉车了，啊，来，你看看，我记得换的皮带又断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断掉了？我满载，哇，今天掉车，有可能是什么？皮带太久了，啊，胸部啊，有可能做身体啊。我们还在说啊，什么掐草，又是个叠掐，好好好。